许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。滴答答，期待白昼。中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为全面做好预防针，痊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向着风，拥抱彩虹，勇敢地向前走。接受所有。